Yo， 繼續係 Kevin， 咁請大家體諒啦，因為個背景有可能有機會出現雜音啦，咁希望大家體諒啦。咁我而家喺廳度拍呢段 video 啦，咁我而家就係想講我嘅 schedule 啦，咁我就係係啦，呢個係我即係正式即係用到嘅 schedule 啦，咁我擺呢度。就是一個Kathleen Merkin 的貼紙啦，咁背景是貓啦。咁你呢度呢啲咧係我以前翻工嗰啲 notes 啦，咁我就唔理啦。首先第一面咧就係歌機啦，咁我就歌機係我其中一個中意嘅動狗嘅之一啦。咁第一版咧就有我啲資料啦，我個名啦，係啦，就呢度就有個。即其實很簡單嘅咁樣，跟住其實我是以一個 body channel 嘅，即係電子彈日記咁樣去記事啦。咁你可以見到 topics 啦咁樣，第一個就係咁樣啦。跟住 keys 到 keys 啦，呢啲係啦。跟住到即係2017年7月31日開始去去開始記錄啦。咁其實我嘅個風格係比較簡單，主要係黏下啲貼紙啊、MT 啊嘅啊嗰啲咁啦。咁呢張咧就係我教會嘅行程表其中一個單元啦。咁就講。關於夫妻之間或者愛情情侶之間嘅嘢啦，其實都係啲貼紙啊，其實冇乜特別嘅，咁其實不過我都想介紹下我嘅張，即係我嘅 schedule 啦。咁其實主要都係貼紙啊，會耐唔耐咧？嗱，呢版咧就係我加插一個。嘅 page 嚟噶啦，咁就有邊排言啦，咁邊排言我係因為步步驚心麗而中意佢嘅，咁啊，跟住係啦，一路跟住我亦都有介紹李俊基都係我中，因為步步驚心麗而中意噶啦，跟住 Family Diaries 嘅三個主角啦，亦都係我中意嘅。呢套系真系好好睇，虽然可能对于你哋嚟讲或者某部分人嚟讲，可能有少少血腥啦，因为佢系讲吸血鬼啊、狼人啊、女巫啊嗰啲咁嘅，咁可能有少少血腥啦，但系真系好好睇嘅，即系你会爱上呢套剧嘅，系啦，跟住即系好多都系跟住呢日啦。呢日9月8日啦，就去咗睇埃及展啦，咁樣係啊。即係如果你哋有睇我 IG 嘅話咧 ，Instagram 嘅話咧，其實基本上你都知道嘅，都會知道我係影咗攞相啦。咁跟住到咗10月27日咧，就去咗迪士尼啦，因為。我就免費入場嘅，咁我就好好奇，迪士尼嘅 Halloween 係點樣嘅咧？咁所以就，就入咗去，同阿媽入咗去啦。因為嗰時候仲喺迪士尼度做，咁所以就，翻工係買票係有折啦。跟住呢度後面嗰啲都係嗰啲翻工用嘅嘢啦，係啦，就係咁咁。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，有少少 out fold 咗啦，某啲位，希望大家中意段片啦。如果中意段片嘅話，記得 like 啦，同埋訂閱我 channel 啦，多謝曬，拜拜。